找着这么个地方停车。据说早晨9点、10点左右才出来。啊，进去了。不能喝。都出来，嗯，又出来。哎，那两个，那下边那个，哎 ，another one， 好不这样？哎，你认为他们早晨起来 fastball？两个，只有两个是吧？他没地方走啊。城市的，但是肯定有什么纪念意义的。城市的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刚才拍的熊谷，边上就是一条河，主要的流经干河，这是一个老城。德国人的临时首都在这个地方。桥的这边就是这个样子。最漂亮。这个爱因斯坦就在这个上面，现在改成咖啡，可以上去看。啊，就敲了没两下，没到点，正点。拿着小人。整点的时候敲钟，现在是46分。这个是钟的另外一面，没见那小人，这边没有小人，等会儿还在那边去看。这里又一个喷泉，据说北岸的这个城市有11个这样的喷泉。到点了，敲钟。
最低几个喷泉了。这是第几个喷泉呢？都是这么个样子。你看，瑞士的街道，瑞士的商店。这里好像是一个汽车站中转站吧，跟火车站中转的地方。这里是联邦广场啊。联邦宫的后花园，这个是联邦宫，建筑倒是特别好，老古董东西了。这里是联邦宫后面最美的景色了。
这个是历史博物馆。哪个是爱因斯坦长椅啊？先耀眼的瑞士还有这样的进门方式，这里一个商店，连门那边，对，对面有两个，那这里介绍说是爱因斯坦的故居，会吗？他住哪？住楼上还是住楼下还是住这个地方？哎，那个门，这上面真有什么？有咖啡？干嘛？展览馆啊？他从那边，你从那边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住在这里。展览馆，水里有一个人躺着，看到远处的雪山。